Hello， 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夏飞，为大家带来一场 IDC 比赛，也就是之前的 HCS 这样的一个模式啊。那么双方打的是 SD 模式 ，SD 模式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呢，对什么是博格丹对老打啊，所以这两个人我觉得也是有必要来做一场解说的啊。作为西的队友，现在 SK 也真的是不行了啊。那么因为是 IDC， 所以说比赛打的也比较随意，我们就以老打的第一视角来看啊，当然这个不是第一人称，是第一视角而已。第一是来看一下，我们看金妹这边血魔潮汐修补，Pack， 以及这个 DK 啊，两个后期他们血魔中期的话有大杠杆还是非常犀利的。天天方老大选择了冰女啊，然后是有个叫 EP 的啊，我们知道 EP 代表什么 ？EP 肯定是一个啊，大家都可以广泛参与的一项活动啊，这个。啊，天天方有科沃姆啊，科沃姆，还有小狗，选这种选的比较慢，我们给一个加速好了，因为这反应上 replay 我们也不用做的前面这么拘谨啊，这分路不至于分几十分钟吧。我们看到 Park 出门装饰罐子，现在很流行就是一吃树一罐子这样的一个出门啊，基本上人人都是这样出的啊，已经是一种，因为这个罐子的补给啊，已经越来越被大家认可了。随着瓶子这个削弱，我们看这边是用身体来，不是用身体插野，是这个用眼睛封一下。连帕克又往下走，中路的话，这可是送了白送了 TK 一波兵经验啊，这个让 TK 可以稳稳到二级，这一下就是天方一个失误啊，让 TK 送一波兵，这个不得了的。然后是中路 OK 的 TK。我们知道 TK 的英雄啊，在比赛里面其实挺无解的，如果你没有好的针对他的人的话，而且如果你的队伍呢也没有这个又刚好被 DK 来克啊，被这个 TK 来克的话也是很不好打，所以很多国内的比赛里面都办掉了 TK 啊，因为他实在太烦人了，他中路的话你真的不敢让出 bot， 他也只要一出 bot， 那就跟出了一个神装一样，这点也是你点我的人我点你的人，中路 OK 跟 DK 肯定接得非常的紧。F1 我们现在还猜不出来，估计下路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标一个我们看没标到，标到的是 TS， 好像左边也是狗加 CM， 但是对面两个都比较耐打的，比较耐打，这边奶一口打这边两个人，我们看在这个小缝里面，好踢住了 A 一下，就看这个血魔怎么打，标一个漂亮，这个标标的转过来 A 一下还错一标， SK 被堵到里面了，我们看这个能不能追上，磕了一个大罐子回来要反杀，SK 能戳起吗 ？SK 有蓝没有 ？SK 没蓝呀 ！First Blood 就被这个 Pack 拿到了。啊 ，TS 跟他相反，哎，这边中路又是直接拼死了。这场比赛据说人头数非常多，所以落人头估计也是免不了的。啊，因为 IDC 这场比赛也是不按常理出牌，像中路两个人像这样的拼死 ，OK 可能以为自己蓝很多。实际上打 DK 你最关键要算 DK TK 的蓝啊，你保证你的。血量跟 TK 蓝有一个好的比例才可以，一旦这个比例不对的话，你就要被秒了。OK， 也上来就被一个 E， 一个 E 打不了血，而且影响你的补刀啊，这很关键的一点。影响补刀，影响经济啊，影响你的攻击力。你跟 PK 的时候，你看着你血怪多，他给你打个 E 之后，你打人 miss 了，怎么跟人打呢？你们 CM 是二级，还没到三级，中路继续是 TK 这样猥琐着拿钱。这边 Park 控到一个符，眼睛方天天方在下路插两个眼睛，这边 SK 遇到了 Park， 戳起一个后手 T 能接上吗？漂亮，哎 F 掉了，标一个再标一个过来啊，过来这边哦倒了，被一个 G 弹死了，我看到这个操作是 A 力是用 G 弹死的，这边追着血魔往后走，左边又是两个 T 上，那么 IDC 的比赛呢，我也知道像 BL 艾凯勒他们都很爱做这样的比赛啊，那这比赛做的问题就是说很容易落人头啊，这个大家也深有体会啊，这个 IDC 的人头的确是不好切，尤其是在你用二十帧的时候切屏就很难了，这边又是追着 OK 这个蓝够不够，好、这边戳起了，我们看一个 T 接上了，但输出还不太够啊，标一下，好给了一个沉默，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版本啊沉默已经掉血掉的非常多了，不像以前掉那么少，能不能追着再标一个，没有绕回来，这边两个人都是半血，奶一口小兵弹一下 TK， 这边 SK 又过来，别人 F 一个，再接着追着 A， 有回复符吗？还有冰女光环出奇漂亮一刀，好、
这个是 C Demon Please， 不是 C Inba Please。追着 TK， 这边也是两个斗篷，这边也是冰女在拉野了，带两个兵一个车。这边河道的话 ，TK 是拿加速服了，这个还好自己是没有瓶子，如果 TK 有瓶子就不得了了。追一下，但这边我们看狗一个一技能，然后后手什么时候出兵，一个兵再一个减速，对 A 这个还两个都死了，让 TK 拿着人头还是金卫方赚了。这 TK 也是加速服，哇，连控两个服，我们看到一个双倍一个加速，这个服真的是吃过瘾了，连着两个服过来把冰女收割掉了。这边下路是他一个人，那么血魔的话，这个 SK 没大之前还是好混的，好混的，因为毕竟他俩没有 SK 这大头输出还是不太够，而血魔好像移动速度上，他因为出了，没出 BOSS， 他转可能转身上舒服一点啊。感觉他躲 TST 比较好躲，这边有一个记号血标，一个什么都没有打到啊，等血魔就这样补刀来补血吧。左边这边又是吸住了 TH， DK 过来帮着挡一下位，好，这边是反而来杀 DK 了，冰一个两下，可惜被冰挡了，狗在追，等下减速没有过来补刀啊， Go Kill TS 说准备上了两个人，我们看一个记号血，这边再 A 一下五分钟，标一个标注 TS， 然后啊，这边全能说 Tinker here， 啊 Tinker re 啊 replace 是吧？这个 Tinker 在中间出现了啊，出现了，哎，这边又戳血一个 G， 追死了，漂亮！雪魔也没有出这个加血的装备啊，出了一个这个丝袜而已。欧菲军的号，那么双方的这个装备什么出来，我们还不好说。这边要越塔强杀了，我们看。SKS 也非常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英雄啊，这边这个盲插没插到，很水。TS 要开树吗？好，开了。这个又是 A 一下倒了 ，Kane Spray DK 这个 T 这个 SK 呢下路杀两个人了。他跟 TS 配合也在四八里很强，但是在这个版本里面啊，有所恢复，但还没有那么强。许萌，我们看他有这个啊被勾引了，这一个导弹是 TK。被雪魔开了视野，一个 T 给砸死的，想过来配合他 ET 二连吗？雪魔毕竟没有大，这样贸然过来有点悬呀、啊，这可能要被反杀的。一个 T 能不能踢到就看了，有技没有？一个，哎呀，可惜这边谁赌一个 ？OK， 看你这个 R 加的好不好 ？R 加速肯定能加到，漂亮，弹死。这个神圣伤害满伤害的，可算终结了别人。这边潮汐一个裸回舞啊，怪不得这么脆。就是 DK 一个兵在 A 一下走了，狗也没有技能了。拉拉上路表现不是很好，没什么好的表现。啊，下面这样，我们就看这边博格丹的这个啊，博格丹的潮汐也是腿的要死，那常常不打就是不一样。那么反而是科姆，这场比赛 SK 啊各种亮点，吹一下 SK 也来了，这边一个兵一个减速，再找机会。戳起狗开一技能，一二三，才错那么一下。